驱风油、清凉油、万金油，你一定用过吧？我就是这些药油里最主要的原料高粱姜。话说北宋年间，我高粱姜被作为贡品进献朝廷，不但被用作烹饪时的香料，御苑还将我制成皇室专用的消食汤品，《本草汇言》称我为祛寒湿、温脾胃的良药，尤其适用于老人脾胃虚寒、腹部冷痛呕吐。现代研究证实，我还具有降血糖、抗血栓、抗癌等作用。高粱姜粥，高粱姜50克切片，用1000克水煎成姜汁，再把姜汁倒入已淘好的精米中一起煮粥，每日空腹食用1碗，可温胃行气止痛。